这种医院设备用品展览是一项创举，而且都是国产。展品有义肢、轮椅、塑胶做的针头和针筒，用一次以后就可以丢掉，以避免可能有打针所引起的传染病。活动式的病床、消毒器、重病人的监视器，利用录音设备和荧光幕上的变化图形，可以掌握病人情况和开刀的变化。